好，嗱，摩 MC 21条，咁啊，俾一个咩疏灵内物体俾你啦吓，咁啊，里边有内部窍啦，外边又有另外一个窍法，不过好衰唔衰咧，外边嘅窍咧系你唔系成日见到嘅 square 嘅疏灵内嘅窍法，咁跟住 number of turn 俾晒你 ，concession area 俾晒你。好，跟住佢问你啦，如果有个 compass 摆喺正中心，即系呢个位，佢问你啦，个 direction 会点指？嗱，好废嘅答案系边个啊？C， 哇，都唔知点指嘅，一定即系你不如唔好读 physics 啦。我哋读完嘅嘢应该肯定啲噶嘛。D 有冇可能？其实有机会有可能嘅。咁即系话，如果你 changing 紧个 magnetic field 咧，有机会嘅。不过望喺呢度，有冇话俾你个 I 不断喺度变紧啊？冇，反而有个咩字 ？Steady。OK， 嗱，所以用咧啲咁基本嘅 physics 嘅知识咧，都知道咧就唔应该答咩嘅咧。唔應該啦，答 C 答 D 嘅。不過當然奈何咧，有啲人答咗啦。唔該，自己反省一下啦。咁啊，唯一答案咧就一係 A 一係 B 嘅。OK， 咁啊點算啊？你望下佢咁辛苦俾咁多資料你，有咩用嘅咧？係冇咩用嘅。OK， 嗱，計一計數，佢話啦，外邊個 B 係咁多。里面的 B 是这么多，唯一就是做什么呢？大家互相对抗。这个呢用什么手看这个？用右手看外面那个呢？都是用右手，但是两个手势会是什么？相反。相反的时候就靠什么呢？就靠数值。所以他给的资料呢其实有用，就告诉你里面的 B feel， 哪个强哪个弱，强者劲过弱者。跟住睇手勢你就知啦，掂唔掂 ？OK， 得，咁啊呢度講完。